来到莫拉诺，我们今天要试试看他们的英式皇家双人下午茶。大家好，今天我点的是皇后煎茶，它是日本的一种顶级绿茶，而且还有玫瑰花瓣在里面，还有水蜜桃的香味哦。我来试试看，很好喝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 scone， 看起来很好吃哦，大家请看。巧克力布朗尼，还有冰淇淋。这里呢是饼干，还有奶酪，应该是他们的手工奶酪。这下面有可颂三明治，还有小汉堡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开始吃喽。